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要回来了。你喝多了就回去睡觉，今天可没有蜂蜜水。医生，我有话要问你。哎，你要问什么？你上次喝醉跟我说你出去过一次，就是为了见他，对吧？他就是你妈妈，对吧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我有个事情想问你。来的正好，我有个惊喜要给你。我不想要什么惊喜，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先看惊喜，看完之后我再回答你。走。啊，不要惊动别人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是不是我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别多管闲事了。陆笑，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得了癌症啊？陆笑，你难道不想出去看看她吗？在她最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你好好陪陪她，你们俩有一些共同的回忆啊！哪怕有一天她不在了，你们俩回忆起来还有一些……我要睡觉了，我要休息了。陆笑，你听我讲。我要睡觉了。陆笑。